猪血的莲花哈，这个我们刚开始对这个也是一窍不通。嗯，那么它最重要就是说去吃遍台湾的猪血汤，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，回来就开始研发，对吧？那有招的，现吃的彩虹果，应该会去吃。对，嗯，知道的口味在哪里？嗯，我就这样子回来自己的，慢慢慢慢吃。所以你们第一个点是延平北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搬到哪里？从延平北路开始，我们搬过来这个昌吉街，就是在五十岚的现场，然后就转到四十六号。哦，所以原本不是这两边，是只有一半。啊，一半。我昨天说因为人潮太多了。嗯。啊，就因缘际会，现在又搬到这个四十八号。哦，所以现在就坐两边这样。这两边、哦、打通了嘛？四十六号、四十八号的界限，把它打通，就直接到进入四十八号这个。这生意太好了啦，很多人，容纳不下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红昌集，你们这家店来吃的食物。有哪一些菜单上的东西，就是你们一开始创业的东西？主要是在卤肉饭啊，卤肉饭啊，猪血汤、米粉啊，炒米粉，一般的小菜。哦，小菜 ，OK。白菜开始，白菜开始。那有菜就是白菜，卤蛋、牛豆腐，那是必点。白菜。哇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真的吃到的是古早味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醉香加腊肠、猪血汤、牛豆腐、米粉、卤蛋。白菜，还有卤肉饭、笋干，哎，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有，一开始就有就卖这些东西，就原本创业刚开始就是卖这些而已。在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就有猪血汤，嗯，就有猪血，因为它是清肺的，清整个体内有脏的啦，像你头发啦，有没有？外面空气不好啦，还是什么纺织的啦，什么都还要吃这个猪血。会排除里面的脏物，排掉。清肺，清肺，猪血就是清肺。嗯，锅炸的哇，再去卖来，对。啊，因为为什么猪血汤为什么我不单卖，还要卖卤饭？因为就是有时候客人也会讲说，啊，你敢卖这汤？啊，有卖这饭啊，卖这饭，啊，你们再吃会饱，对啊。啊，我不知道说，我自己做出来卤肉饭，那么就是。对，给消费者那么口感都，哇，你做的卤蛋真好吃，对吧？很对味，就是这样起的。对，误打误撞。对，误打误撞。对，啊，本来是以前我就想说，这样子我就干脆就卖个汤，哎，卖个饭，卖个米粉还不错啊。就研发，后来第一次开始我就开始研发，就全部都起。尤其你不要看白菜，一天下了100多斤。这个米粉是新竹米粉。新竹米粉。新竹很出名，新竹很出名的就是米粉，